好，我们把这个武器都把它拉下来。第一个是短剑，然后不是，这个是一般的刀，然后匕首、双手跟矛类，哦，四把在下面哦。好，然后第一把当然不用讲了哦，第一把我们就先砍砍看，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动率啊。我昨天测起来是大概10%左右，但是应该不会那么漂亮啊，所以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是在7-10%这边。哇，连三爆，连三次发动这个乘以二啊，它这个乘以二是真的哦，它这个伤害是真的，就是根据你它原本的基本伤害去乘以二哦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就给它乘以二。哇，连续好几次，7%也太低，不会啊。7%不会低哦，原本的话我测1000下出来打出来就是7%左右，很常看到它跳出来啊。如果你去学过骑士的单手剑精通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悲剧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是剑哦，大马哦，我们现在拿的是大马，大马测出来的结果是就是如大家原本所知道的，因为毕竟是单手剑嘛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测第二个，第二把我们测试的是米短，米短装备上去之后。这个暗黑冲击的技能它并没有消失，好，它并没有消失，也就是说它的效果是持续存在的。那我们看它会不会发动，来 go， 哦，第一下就发动了，所以这个立刻就测试出来了哦，毫无疑问是可以发动的。哦，装备短剑，所谓的短剑这个就是匕首系列啊，匕首系列包括米短、水短、魔短、奥短，就这几把。好，那海陆拜匕首是短剑，是那个剑系的，好，它是算单手剑哦，不是算在这个匕首类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短剑算是 KO 了。来，再来看这一把双手剑，好，双手剑装上去的时候，盾牌就自动被拔掉了啊、哦，所以防御就降低啊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双手剑能不能发动 ，Go， 哦，事实证明可以，好，有没有？双手剑照样发动两倍攻击，所以它的设定基本上看来是没有变啦、啊、就是跟目前的这个设定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它如果是基于目前我们台版是乘以 1.5 嘛，那它直接把它乘以 1.5 改成2的话，哦，那这个暗器就是免费帮你增强它的强度啊，爽爽的哈、哦，你不用去刻什么装备去提升你的伤害，你就比其他的职业拿到更多的这个伤害，伤害差很多哎、欸。它乘以2跟乘以 1.5 就差了 0.5 倍的伤害。假设你原本的攻击力是80，好，那打一倍的时打 1.5 倍的时候伤害变120，打两倍的时候伤害变160，这之间差了40滴 HP。最后一个我们就是要看毛系了啦，毛系啊，来毛系。那我现在搭配的是龙斗士的变身，龙斗士的变身锁链剑本来就是两格，所以我待会配毛系，它照理来讲它会打成这个两格的伤害，它会在两格的范围之内之外啦，两格范围以内啦，就是在两格去打这个怪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没错，它占两格，而且确实是还可以发动这个两倍伤害的，有没有？敏暗骑是不是可以投资的？是，可以这样讲。如果你想要投资敏力型的暗骑的话，它这个技能改成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基本上你等于可以投资更多的敏捷。哦，如果你本身的敏捷，本身的防御不够的话，你这个相当于说你可以再投资一部分的敏捷过去的哦，因为它伤害又增加了嘛。哦，那你又可以丢一些敏捷过去的。我们刚才做了四把武器，就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影片的主题做测试，就是暗黑骑士在新的这个暗黑冲击，哎，我一直按这边干嘛？暗黑冲击的技能效果里面啊，哦，它原本是改成。原本是 1.5 倍伤害嘛，几率发动 1.5 倍，那现在改成2倍。那改成2倍之后，我们再测试说，在不同的武器下能不能继续套用这个伤害的这个发动几率。那我们测试了一般的单手剑，然后匕首、双手剑跟矛，哦，全部都可以套用，跟之前的设定是一样的，全部都可以套用这个2倍的这个伤害，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就是以后的暗骑，就是改完之后就是更强。好，拿单手剑的情况下就是更不对，拿任何剑的情况下就是更强的伤害，这样子测试大概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啦，给大家参考。所以现在玩暗骑的、哦、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玩暗骑哦，可以不用想要转职了、哦、因为玩起来其实还不错。